还没找着呢，一会儿给他，别着急，来来来来，妈妈上前接一把儿媳，来开门，来先下车啊，别着急啊，先慢慢下啊，慢一点儿，来扶垫上。先关上车门，来，来，娘娘对着站，这个对着，面对面，面对面，对着站。哎，苹果给妈妈，抱一个。哎，啊来 ，OK， 帐篷厉害，来打吧。中中中中中，挺好，闻吧。挺好。好，来来，给个红包。笑着啊，笑着，哎，好，拖鞋上炕。特殊吧？没有，非常好。我的。哎哎呀！哎呀！我都觉得得出这东西。塞、哎。抓鼠的，放那鼠的。呀。来，我们让你在那儿，请吧。起，提点。好了，好了，走。对，找到一起，笑着。哎哎，好。对。然后，对，呼了呼了啊。加油，加油中。打呗。对，来喂吧，来。好。来，妈妈上前一步，给儿媳喝一口红糖水。哎，来喝一口。甜吗，洋洋？甜。哎，来，妈妈给儿子喝一口。甜吗，宁宁？甜。哎，来，妈妈也喝一口。甜吗，阿姨？甜。是不是今天心里更甜呢？啊，嗯、甜。来，给我叔叔也喝一口。甜吗，叔叔？啊，真甜！哎，一家人甜甜美美啊！那问一下洋洋啊，之前见到面前两位长辈叫什么呀？叔婶。啊，叔婶，今天正式改口了哈。我们俗话说，先叫妈有钱花，叫妈的时候声音要甜要美，好不好？来，首先甜甜美美的叫上一声妈，哎。接下来好事成双再来一声哈，并且给妈妈递上一杯香槟茶，妈妈请喝茶。妈妈，请喝茶。嗯，妈妈喝一口。没事。来接一下。那问一下，妈妈对儿媳满意吗？满意。心甜吧？甜。叫的甜不甜？甜。那咱就给钱，来接个花馍，谢谢妈妈。谢谢妈妈。这边叫爸的声音要响要亮哈、啊，接下来响响亮亮叫上一声。爸。哎，好事成双，再来一声，并且给老爸递上一杯香槟茶。请喝茶。哎哎，老爸喝一口。来接一下，老爸对儿媳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啊，特别满意，特别满意，叫的满意呗？满意。那咱就给人民币，嗯、来接个老爸摸，谢谢爸。谢谢爸。这样小两口上前也和爸妈妈合影留念哈，来这边拍着吧。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